大家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月Yoga。本期为大家带来一套30分钟的力量流瑜伽。这套练习的重点是提高我们的平衡与专注，同时增强全身力量。让我们来到垫子前端，山式站立，双手合十于胸前，调整呼吸，深深的吸气，长长的呼出，再一组，吸气，呼，好，准备，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呼气，折宽前屈，吸气，抬头，拉长背部，呼气，撤腿，屈肘，俯卧于垫上，再次吸气，推起，小眼睛蛇，呼气回落，回到下犬。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双腿依次踩向地面，来快速打开身体的后侧。吸气，收腿向前，来到垫子前端，顺势抱肘，放松肩颈头部，吸气，回到站立山式，吸气，双臂高举，呼气，远远落下，吸气，抬头，呼气，撤腿向后，来到斜板，经由四柱再次俯卧到垫上，放平脚背，准备吸气，屈肘推起上半身，拉长脖颈，呼气，回到下犬。双脚踩稳地面，感觉脊柱无限拉长，吸气，看向前方，收回双脚，吸气，半前屈，呼气，前屈，再次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回到山式。下一组，吸气向上，呼气前屈，吸气抬头，呼气，撤回双腿，斜板，夹紧手肘，有控制的让身体落在垫上。再一组，吸气，推起小眼镜蛇，呼气放松，回到下犬。五个呼吸，双腿后侧不断拉长，双手双脚扎根地面，吸气，收腿向前，指尖点地，延展背部，呼气，前屈，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呼气，回到山式。下一组，百日臂，吸气，屈腿换椅，呼气，远远落下，吸气，抬头，呼气，跳或者走回 Chaturanga， 吸气上犬，呼气下犬，准备，吸气，右腿高高抬起，屈膝，身体转向右边，打开右侧胯部，吸气，右腿收回，右膝找鼻尖，并顺势让右脚来到双手之间，右臂打开，天空方向，目光跟随出去，后腿蹬直，可以的话，右臂贴向我们的右耳，指尖向前，
右侧腰身得到完全延展。呼气落右手，准备来到高位弓步，双臂向上高高举起，呼气，双手背后交扣，微微抬头，下一组呼气，右肩去找右膝，身体向前向下，好，松手，撤回右腿，你可以进行单腿或者常规的维尼亚萨。上拳下拳，左腿高高抬起，屈腿向左侧打开，右脚尽量踩实地面，吸气，翻转左侧胯部向前，左膝找鼻尖，再次向前，左脚落地，双手之间顺势打开，左手向上，收紧腹部，可以的话左手贴住左耳，向前延展出去。呼气，收回左手，稳定好双腿，立起身体，双臂向上，右脚后跟高高抬起，左膝弯曲再多一点，好，翻转双手，背后握拳，呼气，上半身向下落，靠近左腿内侧，启动核心的力量来减少双腿的压力，双臂继续向上延展，保持呼吸，吸气，抬头松手，双手落地，撤回左腿，维尼亚萨。回到下拳，调整呼吸，好，吸气，抬头，双脚向前撤回，吸气延展，呼气前屈，再次屈膝，双臂高举，换椅，呼气，山式 Samasthiti。 下一组，吸气换椅，呼气前屈，吸气抬头，呼气跳或者走回 Chaturanga，吸气上拳，呼气下拳，准备，吸气，抬高右腿，呼气，屈右腿，有控制的来到双手之间，吸气抬头，收起身体，高位弓步，呼气，双手打开，左手在上，鹰式手臂，吸气，尽量抬高手肘，微微抬头，前腿弯曲更多，下一次呼气，向前一步，抬起左腿，战士三式，站立腿稳定，保持一下，呼气，左腿远远落地，松开双手，准备向前提起左腿，勾左脚，高高抬起左膝，可以的话左手握住我们的左脚趾，站立手抓大脚趾，有困难的话你可以微微屈右膝，来帮助你更好的找到平衡。
稳定好以后，左腿向左侧打开，眼睛顺着右肩望出来，保持专注，在体式中找到稳定。好，吸气，收回左腿向前，注意松开左手，保持左腿的高度与地面平行勾脚。呼气，左腿原路返回，维尼亚萨。好，另一边抬高左腿，屈膝找鼻尖，再带动身体重量移向我们的手臂，让左脚来到双手之间。吸气，立起身体，呼气，展开双臂，右臂在上，另一侧应是手臂。吸气，微微抬头，手肘远离胸部，感受肩胛骨完全的打开延展。呼气，重心来到左腿，右腿伸直抬高，应是手臂加战士三式。这是一个比较充满挑战的动作，在这里如果产生摇晃非常正常，尽量的去稳定住。呼气，右脚向后远远点地，返回到初始位置，再松开双手，微微活动一下肩膀手腕。好，指尖点地，准备向前一步提起我们的右腿，右脚勾脚，尽可能的抬高膝盖。好，右手握住右脚趾，左手来到左侧腰部，伸直右腿，注意收紧你的核心，挺胸抬头，不要拱背。呼气，向右侧打开，目光看向左边，让这一刻的你看起来坚毅而又自信。呼气，右腿收回向前，勾脚保持高度，三二一，非常棒。屈腿，远远向后点地，撤腿，维尼亚萨。在下犬式中调整五个呼吸，感受身体在此刻发生的微妙变化。吸气，向前轻轻地跳回或者走回，延展背部，折宽前屈，吸气换椅，呼气山式。下一组，吸气换椅，呼气前屈，吸气抬头，呼气跳 Chaturanga 上拳下拳，右脚45度，左脚向前，双臂高举，战士一式。呼气，侧面打开，战士二式，眼睛顺着左手指尖望出去，坚毅有力。接下来伸直左腿，三角伸展式，眼睛顺着右臂望向天空方向，呼气，扭转的三角，右手压地，左手天空方向，双腿伸直，不要打弯。吸气，收起，注意双脚大大分开，
脚趾内勾，双手背后握拳，收紧肩胛骨，吸气准备，呼气，上半身向前向下，放松你的双肩，让我们的双手可以慢慢落向地面方向，头顶去靠近地面，双脚式，让你的感官内收，享受此刻的宁静。好，吸气，抬头，慢慢松开双手，来到两侧腰间，右手落于头部下方，左手天空方向，把力量传输到你的左手指尖，呼气，交换手，右臂向上，好，接下来注意屈有膝，伸直左腿，左脚勾脚，可以的话双手背后交扣，眼睛望向斜上方，拉伸我们的左腿，并打开两侧的腹股沟，好，慢慢松开双手，交换腿，注意右脚勾脚，双手背后交扣，望向你的右上方，呼气，松手，注意双手来到我们右腿的两侧，来到另一边的战士一式，呼气，打开战士二式，眼睛顺着右手望出去，呼气，伸直右腿，三角伸展式，左手天空方向，让我们的背部以及髋部在一个平面上，呼气，换手，扭转的三角，呼气，收回右手，撤右腿， Vinyasa， 吸气上拳，呼气下拳，无阻呼吸，好，吸气，准备轻轻的跳回或者走回，吸气，延展背部，呼气，折宽前屈，再次吸气，屈腿换椅，呼气， Samasthiti，在这里，我们的身体都迈入了新的能量水平，去感受它。好，接下来准备双臂平举向前，屈膝，高高抬起脚后跟，并保持平衡，所有的重量来到我们的脚趾，臀部继续向下落，来到我们的脚后跟上，再吸气，力气，呼气，向下，呼，再次提起，呼气，臀部落向脚后跟，脚掌心慢慢踩地，并顺势坐在垫子上，伸直双腿，传式 Navasana， 胸口上提，
让我们的身体成一个 V 字形。好，双手交扣，身体转向你的左侧，双腿位置保持住。双臂再来到右边，强化我们的腹部核心力量。好，吸气，双手收回向前，松开双手，呼气，低位传式，吸气向上，呼气落，注意双腿和背部没有着地，吸气，呼，坚持一下，最后一组。屈膝收起，来到胸前，双脚不要落地，双手握住大脚趾，吸气，伸直双腿，眼睛看向你的脚趾，呼气，双腿打开一下，坐骨与尾骨之间三点找到平衡，呼气，并拢双腿，有控制的让双脚落向地面，蝴蝶式，双脚掌心相对，我们可以来到垫子的横向，吸气，挺胸抬头，呼气，远远的落下，让我们的额头不断靠近双脚，打开髋部，缓解腰背疼痛，并释放焦虑与抑郁情绪。吸气，抬头，屈右膝，抵住左腿大腿根部，左腿伸直，左脚勾脚，左手来到右膝，右手举过头顶，慢慢倒向你的左侧，可以的话，你可以用右手去抓住左脚。吸气，收回，向你的右后方扭转，打开一下，伸直右腿，屈左膝，右手来到左膝或左腿大腿面，左手举过头顶，尝试去抓出右脚，抓出到以后，尽量的挺直脊背，把你的胸腔送出来。吸气，松手，朝左后侧打开，脊柱延展，脖颈修长。好，双手再次来到垫子前端，斜板最后一组力量挑战，在肘板与斜板之间五组转换，启动我们的上背部、手臂以及核心力量，坚持一下。如果对你来说非常困难，你也可以减少组数。最后在肘板保持停留一下，用全身的力量来对抗重力。三、二，哇，呼气，双手搭桥，休息一下，保持深长的呼吸。双臂向前延展出去，双腿双手抬离地面，蝗虫式沙拉巴萨纳，想象自己飞翔在空中，自由自在。呼气，双手落回胸部两侧，推起下犬。
准备，向前跳坐，伸直双腿，挺胸，背部笔直，双手高高举起，呼气，从腰背部开始推动你的上半身，不断向前向下，双手握住双脚，腹部慢慢去贴向大腿面，额头找小腿胫骨，坐立前屈 Paschimottanasana， 感受整个身体后侧的拉伸，从背部到双腿后侧不断延展。吸气，抬头，慢慢松开双手，屈膝，双脚踩地，双手来到身后，指尖朝前，双腿倒向右侧，眼睛顺着左肩望出去，轻柔地放松一下我们刚才拉伸过的腰背部。呼气，双腿倒向左侧，眼睛看向右边。吸气，收起，双腿打开，与胯同宽，双脚平行于彼此。再次吸气，反转的板凳，推髋向上，收紧大腿肌肉，让我们的躯干与地面平行。呼气，落地。再一组，收紧核心，向上推起。呼气，慢慢的落下。仰卧于垫上，屈膝来到胸前，双手环抱，左右摇摆一下，双手握住右膝，左腿伸直向前，吸气，鼻尖去找右膝，呼气落下，右膝向右侧打开一下，再转动，倒向左侧，眼睛可以望向天空或者右手方向。收起，换另一侧，左膝来到胸前，起身，鼻尖找左膝，右脚勾脚，右腿贴地，呼气，上半身落地，左膝向左侧打开，再带动左腿倒向右边，打开左臂，给脊柱最后的扭转与放松。好，收回双腿，快乐婴儿式，左右摆动一下，再来到静止，放松整个背部以及胯部两侧。好，收拢双膝，最后让我们的身体在垫上前后滚动，通过我们核心的力量带动起身体，给背部以及整根脊柱一按摩。最后从坐立，呼气，卷腹拱背，慢慢的仰卧到垫上，进入最后的放松沙巴萨纳。把接下来的一分钟完全交给自己，让你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，什么也不用去想，什么也不用去做，安静地与自己相处一刻。
再次收回你的意识，活动双手双脚、手腕以及脚腕，伸一个大大的懒腰，屈膝向前滚动坐起，回到简易坐，最后活动一下脖颈，吸气，双臂大大的打开，拥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呼气，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，感谢自己可以抽出时间进行这场练习。双手合十，提起来到眉心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我分享的瑜伽练习，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欢迎你们的留言反馈。 Namaste。